动物平台全新功能即时医疗地图，点击进入即时医疗地图，选取你家毛孩的种类、地区、时间和服务。即使你所饲养的宠物属于真禽异兽，在凌晨时分需要紧急医疗服务，又或者需要针灸等特别治疗，只要拣选相应的项目，就可以筛选出适合的兽医诊所，轻松查阅诊所的医疗服务诊金收费。向上滑放大你所在的地区，亦可以同时知道附近有什么诊所，非常方便。只要点击这个按钮，再点选新增书签，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这个多功能的即时医疗地图。日后还会继续扩大这个属于我们毛孩的生活地图，无论你是兽医诊所、美容院、酒店还是宠物用品店，我们都欢迎你填写表格报料，提供最新最准确的资料。我们在这。